诚说时宜，沈西诚、林汉正同你论尽天下大事、香港日事、昔日往事。沈大哥，我嚟第二节啦。咁呢排都有好多嘅新闻，尤其是即系有两单新闻咧，同我哋嗰啲即系写下字嘅人咧，都有少少关系嘅。第一就系大众书局系突然间全线香港十几间分店全部结业。第二就台湾五月嘅书展亦都要即系取消。咁啊，嚟緊香港就每年七月就第二三個星期都書展咗啦，就唔知會唔會繼續啦。雖然暫時嘅消息咧，都係希望如期舉行，但一個唔好彩，哇！四月五月有第二波嘅大爆發，就算你如期舉行，啲人都未必敢嚟，即係可能係啲即係外地遊客啊、大陸遊客啊嚟書展嘅數量都少好多，可能佢都會壓後。咁啊，沈大哥，你點睇咧？之前大眾書局啊，都頂唔順。大眾書局是新加坡的嘛，是新加坡是南洋的嘛，在香港都做了很久，它是世界書局的嘛，是那么为什么突然间呢就要全线呢收档呢，那么我想它都考虑了很久的，只不过我们呢局外人不知道，觉得它突然而已，那人家问我了，有些记者、你有什么感想啊，我说八爷公就习惯了，这几年你的名店执笠呢都不是新聞，不執先是新聞，那人家問為什麼，很簡單，你去問地產霸權，你去問那些地產商，你不問那些租鋪位的事頭，問業主，他劫死你，你說個鞋鋪100萬一個月，百多萬，運動鞋鋪在旺角，大哥你怎麼做，你要買多少對鞋，你告訴我，新開嗰座啊，百几万嗰啲，大佬啊，系咪 short 咗啊？我哋以前胡雪岩先生，即系清朝，以前啲旧上海人做嘢，互惠噶嘛，你好我好啊嘛，大家赚啲开心。而家系咪点咧？我赚尽你蚀，关唔关我事？你蚀你走，我租过俾第二个。有很多店鋪在這個時勢，我看到要執笠餐廳又好，很多即商店都好，他說第一這樣的時勢希望業主減租，業主都是不減租，業主覺得你租不到，我給些連鎖店或者給第二個都一樣租到，為什麼要我蝕啊？這些我告訴你，第一就是以前我們所知道是有官這個什麼租務管制，不知道什麼時候人家說市場自由崇尚自由呢，就學阿弗里文啦，嗰啲美國嘅就自動調節啊嘛，係好嘅。但係咧，你唔明白到一樣嘢，美國人有美國人嘅質素，我哋中國人冇咁樣嘅質素。你唔管佢，佢就亂嚟，知嘛？食到盡啦。係啦，美國知道唔應該咁，要互利嘅。我會加，但係我有個。不是良知，因為他知道我這樣加下去不行的，他考慮到的結果，而我們中國人香港人也好，不考慮或者吃盡你先，尤其好景的時候你計在這裡你就不要做了，大哥對嗎？還有一些業主，大業主是怎樣呢，間店就算我沒人租，我就放在這裡，你看到很多店放了幾個月，一年半載甚至兩三年沒人租，沒所謂，你看到李敦道的泰林店位就擠在這裡，是啊，咁呢啲人太諗都執咗好耐咯，十幾年啦，習肥而細啦，你有時咧冇聲出，我有錢啊，吹咩咁？但係佢唔知道咁樣，你會搶你個影響香港嘅經濟。佢冇諗，佢淨係諗自己個荷包，冇呢啲人人之心，冇呢啲宏遠嘅眼光嘅，所以中國人真係好弊。因為佢又驚咩咧？嗱，只要我呢啲。呢間鋪就算我平啲租出去，租到出去，喂，佢咪搞到其他我附近嗰啲人都要求減租，咪大鑊。不過咁啦，我寧願呢間鋪租唔到，其他鋪繼續租到，繼續係高即係高價，咁我都賺多啲啊。佢唔會咁諗，譬如我呢間鋪位買翻嚟250萬，而家值成億啦。我亦咁多年嘅收租，有突啦，唔係噶，繼續賺啊嘛。錢多啲好過嘛，我啲朋友好多都係咁，所以咧我就不贊同咁
他就觉得大家谈不下去、嗯、我不是说你不好，始终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事都是些少良知，为下人为下自己，就不要只是为自己不为人才行，这就是跪了，知道吗？你就当然想你跪极你不怕了、嗯、可怜有很多人惨了，因为这样呢要住板间房、嗯、要住劏房、嗯啊、每天吃公仔面、嗯、于心何忍？如果你跟他说、他自己抵死，他没本事，是啊，真是这样，但他都未必有本事，可能他是、就是、以前屋企佢留低嘅，可能系后生时个运气，市场嘅偏斜。话俾你，你一间屋一路咁涨，嗯，真系唔系话得罪，唔系你本事，而系个时势造就咗你嘅，同唔同意？唔系你叻、嗯，千祈唔好咁讲。咁、嗯、有人死噶嘛？你够运嘅啫，你够，但系买咗两层楼，咁样唔显示你嘅本事，即系话就系、是、因为人人咁想，嗯，先有咁祸啫嘛。你看看執笠的原因就是鋪租貴，不是沒有人來吃東西，是不是吃得很旺？我買雲吞麵50,000租，一家150,000，我要買多多少碗？ 連蛇王椅和牛王的標記都要執笠，沒辦法。這些就是呢現在那些的業主、嗯、那個心黑過我這個麥，你有什麼辦法？真的你罵他他不會醒的。嗯、喂，你傻啊！你都钱到落自己袋，唔好钱斗气啊！嗱，我同佢讲，嗯，10年前有一日天灾人祸，嗯，你啲楼冚唪唥唔值钱，嗯，冇人要啊，你攞唔走，嗯，咁嗰阵时你哋又喊啊，嗯，知吗？人当然要为生活要钱，嗯、但人最紧要你自己有一技之长，咁呢个一技之长系你系人哋抢你唔到嘅。嗯、喂，我有好多楼点啫，一声收贵国有冇晒？嗯，一个直炮弹嚟，人人走，你楼斗领你送俾人都唔要，系对吗？嗯，所以咧，人唔可以咁。嗯，但中国人有时陶杰话得啱，真系好抵死。系，我哋中国人真系好抵死，鬼佬都抵死。但真的没有我们中国人那么抵死、嗯、他起码知道这样做他不是为了良知，会影响将来的经济、嗯、知道他有些顾忌，我们中国吃到他尽、啊嗯、是不是？那你说大众执笠呢，我看他有一间就差500,000租两个月、嗯、即是一个月25,000，你要买几多本书？是，还有现在都没人买书，那他怎么顶？不过我就算有钱都不是那么烧银纸，我唯有执笠的。会不会现在书局都是挨不住？你大众都算好一点，大众本身的书呢、嗯、即因为你不是中资、嗯、是多元化一点、嗯、即好像成品一样，但成品呢因为近这几年、啊、都打入中国的市场呢、嗯、开始呢即被我、见到呢都是窄一点，即那些种类、啊嗯、尤其是一些敏感书跟、嗯、以前比政治书比呢是少了、嗯、因为他入了大陆很多亿 的市场、嗯、都投资了不少、啊、他没有理由为了你几本书、嗯、敏感书就放弃、啊、这些呢我们是要原谅的、嗯、有些人不是、你怎样不借什么，大佬你不出钱，有些人呢、嗯、我又不同意的，不过大佬他又抌很多钱，你一毫子唔得咪大大声声，点解话唔？点解唔卖得啊？啊冇自由咁、嗯，大佬啊，人哋出几亿、嗯，你出几廿蚊、啊，有咩好嘈、啊？同埋你要入去中国个市场就是、就系、是、要咁噶啦，系啊，系咪先？嗱呢啲又唔怪得人哋，但问题就系话，好似大众，点解佢要执？而三中唔会执咧？三中系国家俾钱，系、只要国家喺度，党喺度，佢唔会执笠，佢话知你蚀，就国家蚀。蚀都系蚀人民嘅钱，佢、有咩所谓啊？系啊，但系你咧，大众系蚀老细嘅钱啊，佢、啊、一定做唔住啊，系咪？25,000，嗯，你买几多本书先赚翻25,000？但会唔会？依家佢可以试下即系变通下，好似譬如台湾博客来，好多人好中意台湾嗰啲，即系台湾种类有好多啊嘛、嗯。以前啲人就中意搭飞机去台湾嘅书展、嗯，因为种类有多，嗯、或者香港嗰啲书店啊，嗯、入嗰啲即系台湾书啊，嗯、即系都好受欢迎喺裕林啊。咁、嗯、诶，依家啲人咧，甚至科技佢进步咗啦、嗯，直接喺台湾嗰啲网站啊，嗯、
訂購嗰啲書翻嚟，計埋運費都依然平過香港書局，因為啲租嘅問題，買書好多。哇！大眾走呢條路線都可能得。佢唔係話唔做，佢冇話停咗出版啊嘛，佢唔開鋪零門市啫嘛。係啊，對佢出版業務，但係即係老實講，呢啲係叫做揾嚟講嘅啫。嗰個門樓都冧咗，仲維乜咩事？出版業務即係呢啲叫做咧講啊，即係門面功夫啊嘛。咩書啊？交翻俾佢三中樓上書店買，點會仲會啊？你信佢啦？你點樣你維持呢個出版業務有乜用啫？即係講真句，香港睇書嘅人咧係少咗好多。個個都睇網，但如果啲作者個個都唔喐筆啦，你網上都冇文字啊，點有網上嘅書俾你睇咧？但係網上買書咧，即係咧好個別性。梗係你鬼鬼馬馬愛情啊鬼啊，或者啲有啲人睇嘅，你正正經經咧，睇嘅人好少嘅啫。咁你而家咁嘅情況底下咧，根本不如啲書局唔好開啦，執曬佢好過，冚唪唥去開第二樣嘢，根本冇用啊，係咪先？寫書嘅人又少，寫得好嘅又唔多，書局又好難經營，出版又好困難，死啊！作家、作者都冇啦，唔好話作家啦，上網寫有幾多個標到出嚟啊？係咪？嗱，老實講。我哋啲老人家又唔係好習慣喺網嗰度睇，又冇本書搣住啦，畫兩畫，我哋中意動啊嘛，咁就冇人，係啊，冇用啲熒光筆。佢唔明白一樣嘢，真正睇書嘅一定係睇紙本、紙媒。點解咧？批住揾熒光筆畫，嗰啲揾藍筆畫，嗰啲揾紅筆畫，好過癮啊！天老係可以 high 拉，冇用嘅，即係你係少咗種接觸嘅樂趣。實際接觸的樂趣，但依家啲人可能講求快，我可以即係依家用手機、用電腦一次過睇十篇文章，就多過你實體。最近咧，我就諗到一樣嘢，好多人話你文學作品唔得啊咁。咁最近咧，我啊睇咗董橋嗰本《讀胡適》，佢嗰種寫法咧，將文學嚇。寫得好仔細俾你睇，你係接受到，你唔覺得佢好睇唔到落去，係淺中帶深，咁啊俾你一路咁讀落去，你就會覺得讀得津津有味。呢、這個就係方法，其實咧就係以前我講過雅俗共賞，呢、這個先係文學嘅講法。佢同我唔係講文學，佢話董橋話，我淨係自己覺得邊度好我就寫邊度。就正因为我不是搞文学的，我可以任性，谁不知啊？佢唔系乱讲啊，就系要咁样先系文学啊！你明唔明啊？你一埋罗素点讲，边个点讲，你吓到人哋窒晒，又冇人睇，又嗰啲咁嘅理论咧，似通非通，点睇落去咧？但你认为呢啲文学啊嘛，冇人买。咁你自己認為文學係咪要改革咧？點解唔肯改咧？嗱，即係我覺得我係推薦阿董橋先生呢本《讀胡適》，有心研究文學嘅人去買嚟睇下，乜嘢叫做我讀胡適？係讀通咗，寫翻俾你睇，你會跟住佢去睇。即使你唔同意嗰啲觀點都好啦，你有得益。如果你攞本文學啊，睇到你頭揈揈。你點會睇落去咧？你得唔到益嘅，所以我哋搞文學，首先唔好認為文學咧係好深奧嘅嘢，其實文學好簡單嘅啫，佢共鳴到人，佢教到你嘅，唔係一定咬文嚼字。係，但問題好多人唔係，要寫明明一件嘢，十個字寫完，佢寫咗一百個字，睇到個頭都大埋。係啊，最近我睇一位文學作者，我書店咋嚇，我想買嘅攞嚟。揭一揭睇睇先，睇咗 three pages， 實在冇辦法睇落去。我擠翻低，我好想去支持香港嘅文學。但以我咁樣都叫識字嘅人，都沉者睇唔到落去，擠翻落去，跟住走出嚟去飲咖啡，一個人啊，搖下頭康靜，點解要咁寫咧？但都咁就阿大哥啲話呢啲係文學啊，阿大哥。
我唔識出聲，係咪啲新派又唔知現代？我咧就想話俾你聽，咩叫文學？如果你肯信沈大哥講嘢嘅，有呢個節目啲 fans 去買一本讀胡適、董橋嘅睇一睇，咁你就知道係嘛？任何文學你寫到，我哋啲睇字嘅人都暈。你話啲僆仔僆妹點會同你共鳴？有共鳴都吹水嘅啫。你成日一個 group 五六條友，啊，認屎認屁，個個都話自己得嘅啱啊，你得啊，冇意思噶。誒，得閒又唔知，又攞唔知西方嗰啲咩文字啊，攞咩好似寫論文咁樣。喂，你話 James Joyce 都咁寫，你都識講啦。佢叫 James Joyce 嘛，你唔係啊嘛，係咪先？咁如果你係 James Joyce， 人哋得咗人嚟玩。点同你咧？你未有咁嘅根底，你要做呢样嘢，即系未识行啊，跑啦！人哋跑完先行噶，人哋行完先跑啊嘛。你明唔明啫？所以咪香港啊，搞咁文学搞咁耐都唔得咯。OK。